示威者把雕像拉倒在地，催泪瓦斯烟雾弥漫街头。委内瑞拉警察用脚狠踹抗议民众，双方爆发肢体冲突。抗议民众质疑大选结果，持续在首都卡拉卡斯示威。示威者扬言，除非总统马杜罗下台，不然抗议不会结束。委内瑞拉反对派不满现任总统马杜洛自行宣布连任，爆发全国性示威，目前已经造成至少六人死亡。La vista gorda muchas veces y que lamentablemente ha dejado al pueblo venezolano morir en las calles. Creo que es momento que día de hoy demuestren el apoyo que dicen tener. 马杜洛下令要军警在全国城市巡逻平息暴动，已经逮捕至少700人。反对派称已经掌握到马杜洛选举舞弊的证据，要马杜洛认输，尊重选举结果。另外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31号宣布要和秘鲁断交，因为秘鲁拒绝承认委内瑞拉的选举结果，承认反对党当选。秘鲁态度也很强硬，直接下令驱逐委内瑞拉外交官。另外7个拉美国家也质疑大选结果，委内瑞拉也驱逐这7国大使。31号起，拉美国家将停飞往返委内瑞拉的航班。这场选举引起的动乱恐怕还会持续延烧。TVBS 大运动家，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，马上下载，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